谁呀、啊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这边办点事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妈，坐。妈，你说你过来，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回来去接你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这边就接，挺方便的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新交了一个女朋友，非常漂亮。妈办完事就想来这边看看。你不知道，你爸和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的终身大事。妈，我们还在相互了解的状态，急什么？不过你既然来了，等我忙完了工作，你就在我这儿多住几天，陪你好好玩玩。玩的事啊，再说，你看你这两天啊，把你的女朋友约出来，我们一起见个面，吃顿饭。好的。喂，谢总，什么事啊？那个合同在我车上。好的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。妈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休息，我单位有点事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回头请你吃饭。好的，你忙你的吧。那我走了。嗯。这个家真累。你谁啊？怎么在我家？我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阿龙请来的钟点工吧？你干活吧。我说既然请你来，你就把家里卫生打扫得干净点。美女，你跟阿龙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什么眼力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以后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妈，妈，我和阿龙的婚事啊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他不但要给我30万彩礼，还要给我买套房一辆车，而且啊，都得是在我的名下。你女儿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好了，挂了。美女，你说你这样子有点不厚道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轮得到你在这插嘴？再说了，这年头结婚哪个没有房没有车没彩礼啊？我的要求又不过分，他要是没钱我才不会跟他呢。这年头不找一个金龟婿，难道打一辈子工啊？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你一个钟点工，主人家的事你听着就好了，别多嘴，不然我让你好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以后就是我做主了。算了，不给你废话，你收拾收拾啊，赶紧走人，别碍我眼了，看着我就心烦。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你赶紧走啊。走吗？不走，不走。亲爱的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阿龙，我没事。阿姨呀、我刚刚不知道你是阿龙的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阿龙啊，你这个女朋友我不接受。妈，我刚刚一时糊涂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阿龙，你快帮我解释解释啊。行了，你刚才怎么对我妈的，我在门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，我们分手吧，你给我走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赶紧给我滚。